关于海獭，你不知道的还有很多。外表看上去可可爱爱，人畜无害，时常还会洗澡擦香香。但作为北太平洋的常住居民，和身边其他的小伙伴则有明显差异。肉嘟嘟的，身上几乎没有脂肪，只能储存极少量的热能，供平时运动使用。但即便这样，自然界却和海獭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。据悉，海獭是动物界中毛发最密集的物种，每平方英寸内竟然藏有百万根的毛发，听起来都有些不可思议。当然，毛发可不是平白无故长出来的，浓密的毛发可以精准地捕捉周围的空气热量，就像给海獭穿了一件羽绒服一样。如果你自己观察，年幼的海獭皮毛并没有过于茂盛，因此小海獭才能轻松地浮在水面上，慵懒的样子更加可爱了。但作为从小在水边长大的动物，游泳早已是家常便饭。漂浮在水面的海獭主要是学习如何潜水，毕竟好吃的都在水底下。有时候一只成年海獭下水一次，捕获的食物可供全家每餐几顿。海獭的神秘还远不止一次，由于海水中盐分含量高，海獭一动不动的时候都会浮在水平面，因此我们会看到睡觉时候的海獭总是手拉手，生怕一个大浪过来把家人冲散。对于一些幼年海獭，海獭妈妈为了他们的安全还想出了新招数，用海带将小海獭固定在身上。看来母爱的伟大，放在哪儿都光芒万丈。这样的海獭有没有惊到你？明明靠脸就能衣食无忧，非要拼才华，结果还是讨赢自然界中的大部分生物。双击关注，告诉我你想看什么内容。